恭喜你中了第二届台中购物节最大奖项千万豪宅。台中市长卢秀燕亲自打给中奖人，购物节最大奖蛋黄区精品豪宅得主正式出炉。你有听到现场的欢呼声吗？有，但是我有点不敢相信。知道自己抽中千万豪宅，表示心跳超快，简直不敢相信。中奖人说自己是从高雄来台中租房子，觉得很喜欢台中，未来打算定居。那我们也在今天抽出了两位百万名画的得主以及豪宅的得主。我们才是第二年举办，但是我们的成绩是全台湾有史以来各个政府在办购物节最好的。2020台中购物节飙破90亿元消费登录金额，大幅超越去年的25亿。而根据网络平台调查发现，这两个月以来台中市网络声量六都最高，甚至超越台北市。豪宅百万现金等大奖在网络上掀起热烈讨论，也成功为台中市带来丰硕的经济效益。在台中综合报道。